杨金龙昨天呢，前两天在楼下碰到说，你过生日啊？对对对对，我讲实话，这我讲实话。你过生日啊？哎。对啦，你云端还有什么问题？有谢谢你给我的老板娘的老板娘，我先忙一下，我有交代小盼的事情。你为什么大包小盼？我们还停在地上照呢。